的采访报道。由南加州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的人间姻缘卡拉 OK 比赛，即日起到31号接受报名。初赛和决赛将会在4月13号还有4月27号两天举行。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展歌喉的机会哦。好，每年的比赛都会吸引到南加州歌唱圈的这高手来以歌会友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的比赛以参赛者年龄分为3组，那么分别是 A 组55岁以上。B 组35到55岁之间 ，C 组则是35岁以下。那么每组的前3名优胜者将可以得到600、400和200元不等的奖金。希望以心灵呼唤来这个唱出共同的乐章，也希望社会充满净化喜悦的歌声。更多报名和比赛的详情，也欢迎您上网来查询。